iMac Pro 这个很好吃，好吃吗？嗯，12块钱吃的还好吧？你那个台湾的还便宜吗？这个我给你拿一下，谢谢，没事。
吃就对了。哇，烤鸡 ，Brussels sprout， 土豆沙拉。刚刚是我脚下面抖我脚。前面就是帅哥想要拍电影。我说你右边的这位，来来来，一起。嗯。